信任。这个是破坏佛教的形象。啊，让人家这个感受到佛教徒是骗人的。啊，佛教徒不是好人。啊，你一个人做这个事情，你把整个团体的名誉都毁弃了。这个罪过跟破和合僧的罪相同。啊，也是地狱罪。我们地方实在是太小，啊，将来这个地狱变相图啊，怎么样来展览给大家看看？啊，这个夜莺果报啊，丝毫不爽。下面一个问题，就是三年前已决定的素食，食斋期与素食是否两回事？没错。这个食斋期与